萌萌烧肉吃到 Barbie 第一集 ，OK， 所以第一集没有跟大家讲什么呢？我首先当我本身是 Albert TTF 盖拉仔，旁边这个就是萌萌烧肉的 founder 啊、命哥啦 ，OK， 所以当我们最近放了这个 video 上去，也是有很多顾客来给我们 order 这个烧肉的东西，然后甚至有顾客讲哇，吃到 Barbie 这个东西真的是西北够力 ，OK， 当然今天我要给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命哥会去烧烧肉，所以命哥本身是怎么，我就让他自己来给你们解释一下。来，命哥 ，before 你做烧肉这行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行业来的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命啊、我本身是英国留学回来的，然后我是做。土木工程师的，之前在英国做过几年工啦。所以我以前在 UK 就是过很多香港师傅烤到很好的烧肉，过我就回来 Malaysia 啊，我回来 Malaysia 创业，那时候我就做过补习啊，做保险之类的，然后 OK 前几年就 upgrade 了做 registered financial planner。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很喜欢旅游啊、美食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就很难找到那种很高水准的、很好吃、很 crispy 的烧肉，皮脆得来又硬， 肉香得来又很多汁，又不会很干。OK， 这种水准就很难找到了。OK， 我在香港很多，我在马来西亚其实你要去普通的烧肉档呢很难找到的，你要去大酒楼，有一些大酒楼。名字我们就不提了，可以有些点心很好吃的地方，他们烧肉，我们懂，很有水准的。OK， 所以他们的水准其实我就 MCO 去年 MCO 嘛，就你保险还是在做这的是吗？你保险啊，这个其实是他保险其实做到很高功力下了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你不要以为他保险漏我们品牌烧肉啊。OK， 是因为去年 MCO 嘛，有空然后在家就自己研究一些咯，然后看了很多东西，也试了很多方法。OK， 所、以我就发现了，其实很多外面的烧肉呢，是讲呢，他们是烤到皮黑完，肉也是黑完，所、以他们就把那些干的地方跟焦了的地方全部削掉，然后才切到整整齐齐。那些很多大部分呢，都是已经是焦了的烧肉，他们切美美再层叠，所以就价钱特别高。OK， 其余的呢，很多地方他们的皮可能是焦了，他们是削掉了，所以是比较薄的。所以我们的呢是皮原本来多少，它自己膨胀变脆的时候，它原本100%就在那边，我们一点都没有削。它为什么会脆呢？因为它的脆感就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的苏打饼啊，还一剥一剥这样的嘛。它的脆法就好像这种苏打饼的脆，它的皮完全就在那里，好像苏打饼这样子脆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啊。连我外婆90多岁没有牙齿的，对，假牙的。见证在那边，我真的是看着他外婆这样 grab grab 声啊！所以我觉得美食是要和大家分享的。所以其实你做这行不是因为要赚钱而开始的，是因为你为了要吃而开始去研究讲烧肉这个东西。我本身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你讲好吃的餐厅啦，五星级啊之类的，应该我大部分都去过了。然后这样我看你 Facebook 天天吃喝玩乐都不用做他妈的，所以我觉得美食应该让大众一起分享，在 affordable 大家能负担的价位可以分享到我平时吃到很好吃的美食。所以你是因为想要吃而去研究出来，然后研究出来了够，然后我们这些朋友吃了也不错，所以就叫你去 start 这个生意，然后你就赶去 start 了啦。我们就这样破街了。本身就用了很多方法，用最简单的方法，然后把它系统化，然后再组织一个团队，然后做了一个 central kitchen， 再请人，然后把一些技术教他们。Good。跟大家一起分享了，然后而且是平民化的价位，真的很平民化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试过我们萌萌烧肉的话，马上 PM 我们来 order， 不要等了，西北 crispy， 我跟你讲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希望大家喜欢。来喝下红酒，这样我们才拜拜。哎呀，没有杯，不好意思。OK， cut。安全地雷。要去研修这个。要去。